The pandemic hit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brought a huge challenge to many lives. The full lockdown order has caused more and more individuals to become unemployed. Many struggling families are stuck in straitened circumstances. Tzu Chi Malaysia launched the Tzu Chi Financial Relief Program 4.0 to support the care recipients with their needs.我们会朗读商人的慰问信，让我们感恩户们知道说，商人在关心他们，慈济人在关心他们，他们不孤单，因为有慈济人的陪伴。我们也帮他们准备了一些就是资粮麦片啊、五谷粉啊、香鸡面啊、香鸡饭啊等，就是要用快递送到他们的门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申请打疫苗了嘛，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独居老人，是不是他们没有智能手机？如果真的没有无法登记的，那个我们可能要通过他们的社区的里长啊去帮忙他们。 完成这些动作，疫情严峻，志工将访视工作转到线上，物资发放也以快递的方式寄出，减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降低大家的感染风险。不过，还是有一些特殊情况让志工不得不出门。慈济志工李明芬来到照顾户的住家，准备再送玛丽安到医院复诊。 玛丽安前些日子自己来到医院进行手术，但她因情绪不稳导致手术无法顺利进行，只能重新安排手术日期。今天有志工陪着她来到医院，玛丽安身体虽然忍着痛，但她的心很安定。Yeah, I feel nervous, but they all ask me to pray, a lot take care of me. Whenever I call them, whatever I want, they will give me.They'll take me anywhere, go hospital also, they are my guardian. If anything happened to me or what, I ask them to take care of my children. So I feel relief a bit now. 就有一次医生跟他讲 cancer 已经传，然后他就真正崩溃，在一个医院外面就哭，打电话给我们那些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陪他，至少他会比较安全，然后比较没有这样害怕。 除了陪伴照顾户到医院，志工也陪伴没有交通的照顾户到疫苗中心接种疫苗，让照顾户也获得疫苗的保护。即使是这个 COVID 的状况，但是虽然自己也是会害怕啦，但是我就想说，哎呀，这个病人有需要嘛？那我觉得说，只要我们就是带着一份就是要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心，然后其他东西就不用想了。未知让人心慌。 慈济让人心安，志工冒着风险也要为照顾户奉献付出，在充满惶恐不安的现在，带来一股安定的力量。大爱新闻，余韶莲、李佳音，马来西亚报道。